选项 B throughout，选项 C against，选项 D without。那这一题的中文意思是 m a r i a n 这个人，他提议在接待处呢放置一个告示牌，跟来宾说明说，如果你没有护照，就不能够兑换外币。那 foreign currency 就是外币的意思。那兑换我们就用 exchange 这个动词来做一个使用。 所以这一题呢，很明显的，从中文嘛，没有护照，答案就选择 D without 啦。那这一题它其实全部考的都是介系词。那 without 它这边考的就是 not without，若没有什么就不能怎么样。 的用法，那你说前面的那个 not 藏在哪里呢？有没有看到 c a n n o t 那个字啊？那个字叫 cannot，其实就是 can't 的全写。那正式的文件呢，我们通常都会把 cannot 整个。 写出来，那这边的 not without 的 not 就藏在这里喽。那我们来说说选项 C against，它其实是对比或者是反对的意思，所以通常我们前面的动词会搭配 fight against，go against，就是你要去跟别人对抗，或者是你要去跟别人反对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再搭配的介系词。那选项 B 的 throughout。 就比较特别啦。Throughout 它呢也是介系词，有遍及或者是在什么期间内的意思。我们举个例子说明：Throughout the world, people are learning English。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英文，所以很明显的就是遍及的意思。再来，在期间我们怎么造句呢？He was asleep throughout the romantic movie. 在这个浪漫电影播放的期间，他都在睡觉，所以就是在电影播放的期间，我们也可以用 throughout 这样子，throughout against 还有 without，希望大家都有学会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要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然后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